哦，手感还有精神哦，应该是最好的时候了。我们已经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了，那手感精神最好的时候，你就要这个时候表现你的技法，你的技法在这个时候就要用了哈。你这一定要看老师这个真的。所以你在画画的时候，你要一开始就说：“哎，我没有灵感，怎样？灵感就要那么容易来的话哦。”那意思也不值钱啊！好好，你看，三勾起来，三十字，这个时候你绝对不要怕笔坏掉，也不要怕纸破。有啊，那个同学，我们五月五号再跟老师一起去吃饭好吗？五月五号，我们五月九号上课啦。五月五号晚上礼拜四，一样在天成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是因为刚好我们那个画展结束啊！是画展结束，好不好？那个，有一天呢、老师可以请假，往后延一天吗？啊，这次可以延一天吗？延一天。哪一个？这一次老师，五月六啊，什么时候？十一号，哇，这样就两天。十一号，这样就两次放假了哈。好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真的可以啊、可以就讲了。反正我们就五月五号，五月五号来上课哈，然后再一起去吃饭，可以啊、好，好不好？得先讲啊，可不可以？嗯，阿姆德说可以，安了我。大哥，那个不可以，可以啊、可以啊、是这样。我有好好上课。延后不是，就是多。然后我们一样是三点上课，三点上课，然后吃，下了课再去吃饭。这样子，四月十一号不要上课，然后再往后推一个礼拜上课。好，可以啊。不要。我们就把那个四月十一的课哈，我们就用在五月五号，所以老师没有欠我们。对呀、这样可以吧？啊，我们也不欠老师。哎，对，我，对，我们这样子。四月四号那天休息吗？有休息，四月四号休息放假了。年的四天放假。五月五号礼拜四。四月四五六七。礼拜四。五月九。礼拜四。五月五号。礼拜几？一样是礼拜四。是礼拜四吧？五月九号。你要确定五月九号。是吗？五月九。五月四号，礼拜四对呀、所以一定要来上课啊。等一下，我先跟你们讲一下啊、我们这一堂课是。这一期的课是上到四月二十五号，老师要回家。然后那个四月十一号，老师要回去扫墓，所以我们把四月十一号我们延到五月五号。对哦，五月一号啦。
月一号。对呀。哎，五月一号。劳动节。这样子写下。没有没有，五月二号，五月二号。写下写下写下。写一写。写一写。五月二号。四月十一号，四月四号不上课，十一号也。等于我们四月四号不上课，四月十一号也不上课，老师要回南部祭祖。四月十，等于两个礼拜不上课，四月四号到四月十一号两节课都不上课。老师的课往后移，对，往挪到那个五月二号上课。往后移，不是不上课，就是调课了，调课要讲调课。顺延，继续回来学习。你顺延啊，还是你讲的对？顺延一个礼拜。那我们的话展是四月十五号是吧？四月十五号到二十九。这样老师就不要那么赶时间回台北。要三点。好哦，要先谢谢你们哦。都通过了、哦。有什么问题的，要先发问哦。接下来上下一期，本来一个礼拜空档就没有。对，就等于没有空档。就接下去了，本来一个礼拜空档。